你们出来一下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Terry， 你要看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！你要看吗？不要。你出来。有惊喜啊！有万能，有惊喜。今天有快乐，是有一点惊喜是吧？希望我能收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礼物。啊，等他们一起先啊！快点出来，叫一声就要快点出来啊！要快点啊！他有礼物啊！他讲一人送每一份礼物，这样我就要看一下。新加坡啊，那里。新加坡。啊？新加坡。新加兰。不是啦，我觉得应该是新加兰。哇！哇！哇！所以，现在你去哪里做的？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叫做。你看啊，那个撞我的人啊，他很贴心，因为他知道我拍片的话、哦，要马赛克车牌，他连我车牌也撞碎掉。真的给人家撞啊？所以是你觉得像假的没？没有，所以是给人家撞啊。给摩托撞。我不是哇，幸运。你觉得我会这样子去扁摩车，然后来 prank 你啊？哇，幸好这没有追到，这个桌应该。我撞到的话就要十多千了哦。啊，这个灯幸好没有碎啊。这个应该要蛮多钱去做。看到吗？这个东西，我、oh、很心痛哎，这样。我总之这边一定是。哇，笑尾，你们看这边。一边不到我的哦，这边。啊，这个也翘起来了，然后这边其实也是有点跑位、啊，所以那个是怎么人讲的呢？马来人，摩托来了。我弯进那个路吗？啊、我们该出去外面打包，我跟美丽两个人去打包。啊、我们弯进那个三星那个妈妈档那条路。啊、OK， 他呢？他 suppose 是要从他自己的 lane 玩出来的。啊，对。他刺、啊、对这样应该是、啊。他刺来我的 lane 玩出来，我刚好弯进去。那那边这样啊哈，这样的路哈。直接正面相撞。可是我 OK 没有拍到啊，我等一下要去看一下我。他这样很快是啊，才撞到这样。他撞了过后哦，他撞了过后啦，他没有跌倒，他差一点跌倒。叫美丽表演一下他撞了过后他的样子。他是这样子。他来了吗？他这样 ，boom， 他 boom 了不是？他的摩托就这样啊，左右左右左右这样。然后他直接让牛跑掉啊，直接跑掉，他就是跑掉，所以我才 back check。哇，这种人够没有公德心。他真的，他跑掉我才 back check。他是马来人哎、欸，然后是男的，小孩子还是？我看不清楚，年长的，你看得清楚吗？看，我没不是很清楚。这个嘞，有拍到啊？这个有拍到啊？应该是有拍到，所以我等一下要拿来看。我幸好，我现在一撞了，我一到家了，我就 back check 了，我就进去，然后我就叫你们出来。没有 lucky 的是什么？你刚好撞了这个不久，才几个月吧？对，然后我在想啊，我换了红色，就发生了这种事情。人家讲，然后你也讲，你这个车的颜色跟你很相克嘛？啊，很相克。然后你也是发生很多车祸。我这个一年撞三次。啊，一年撞三次，然后去警察局需要险了。对。我相信啊，你相信啊，我就是因为听了你这个说法，所以我在想，我原本白色我换了红色，一年撞三次啊，白色那个很像没有出过事，不是？啊？白色没有出过事？没有，白色没有出过事。这样换回白色，他的一年撞三次是大撞啊，那些小撞的还没有。大撞是那个唱我们不一样了。哎、欸，其实我现在的心情算是很乐观的，然后我也可以给你抓动 K， 所以现在呢，我就要看这个记录器哦。你们是不是？黑绿嘛是被撞到黄黄了，兄弟。我的车牌啊，碎到啊！被撞到哪收起来了？你看，我想问的是，这样预计你这一步要做多少钱？跑不掉2000以上。我该这样子问了啊。真的不知道单单前面版本要多少钱，因为闪埋的话，不懂有没有这样的货不了，你知道吗？总之是。你 estimate 在2500。Estimate 是跟那个马来人至少两下呗，马来人跑掉了。这样你，我希望你这部影片能赚回来。不能。OK， 现在我已经把那个行车记录器拍到的东西放在我的电话里面了。OK， 相信你们也应该很好奇案发现场，我也是很好奇。OK， 先讲一下啊，在发生这个车祸的期间呢 ，Benny 正在跟阿旺讲这电话。对，阿旺还问，啊、阿旺还对，就是你该打来那个时候，啊、然后 Benny Benny 还跟阿旺讲要去打包妈妈档，然后阿旺就去打包熟悉。OK， 结果突然间 ，OK， 我要先讲一下这个故事先，绑下去了，然后 Benny 直接没有应阿旺的电话，然后很奇怪，我就。
哦，应该是讲完了，应该是讲完了。没有，就、你会不会觉得你怎么突然语气变冷？是是是，你会觉得别人不想要跟他讲话这样。OK， 来啊，继续啊，哎、欸，什么？现在看了啊，给你们看那个他无脑的，他无脑的那个 driving skill。因为你蹦出去没有人吃，只能打。这时候我们再跟他忘讲这点。来哦，这个弯。哇！可以放慢一点吗？可以可以，我们看到一次啊。你们注意看，他弯出来那一条路啊，是我的路来了。他这样快耶！看啊，我的路来了，看到吗？那条线。哇！好邪的！看到东西飘起来哦。我的 bumper 啦，你看，看到我 bumper， 飞出来，他默默的飞出来，但那一片都飞出来。OK， 我们再看多一次。哇！拍不到，拍不到车牌。一撞了过后，摇摇摇，就直接啊，就直接从那边跑掉、哦。对、啊，他直接从这条路跑掉。哎、欸，那个白色衣跟蓝色衣的安哥看到现场了。然后他直接从那边飞走啊，他直接跑掉了。那安哥应该会吓到。那安哥就看着我车，你看，你看他的脚，你看他的脚，就哇！你叫我飞腿，李小龙。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。看他的脚，可以看他这样子慢慢走 ，OK。他知道要撞到了。啊，他有一点闪尿，那他闪尿。他叫起来。嘣！你看他脚，看他脸，看他脸，看他脸，他脸哦。哎呦，还年轻哎！你搞的，这个样子很像二十出岁吧？哎呦，看一下，他喊了一下，他喊了一下，他的五哦哦哦！哎哎哦哦哎！我看他的脚这样拿起来了，就知道他是有经验，有经验，他有撞过车的，他知道脚是要拿起来。而且你看他的头盔哦，他是没有。绑起来的，所以有带的也没有带。如果这一下我的车速不止这样子的话，又或者我不是在转弯的状态啦，我是直走的话啦，我绑一下它至少飞了，它一定飞，而且它肯定不会这样健康可以驾走了。这个时候，他的脚就已经拿起来了，所以他没有严重的，他脚还没有中，所以他完全没有中到他的脚，他的摩托应该皮外伤，很好笑哎，完全没有中到脚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如果这个真的是中那脚啦，他一定受伤了。是，而且他又穿长裤 ，OK。你看他又穿长裤，然后他脚什么都有裂痕。他已经预知到他会撞了所以他脚一早就拿起来了。很稳，那个时候他真的很稳。把我的车撞了他过后，他有失去啊那个平衡，他有在那边这样左右左右这样摆一下，然后他站稳了过后，他直接踩油直接跑掉，然后我也追不到他。所以每一辆车一定要装这个行车记录器。对对对，真的是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来个业配，叮叮，行车记录器。他的那个摩托啊，我们 start 摩托不是要用脚踢的没？踩那个东西给他 start 的吗？他那只东西飞掉，我在现场抓到，然后那只东西塞在我的车尾箱，因为我特地不要放在现场那边的，我觉得他会回去抓回来嘛。我摩托已经废了。我不要这样，我不要这样便宜他，我要给他特地去花钱买那一只东西，给他知道一下撞了人不应该这样跑掉。唉，再出来看多一次我的车，唉。这个是那个车的 sensor， 幸好它的这个瓦牙没有断掉，如果断掉的话又是一笔钱。然后这边是完全是碎到完了，碎到完，然后我的车牌也是给它撞碎不见掉。然后如果要换的话，应该是这个整片前面要换掉。唉，哎呦，这个整个松掉了，松掉，唉，没有办法哦。就当作是破财挡灾，然后我想透过这个影片，就是跟，就是想要传达一个讯息，就是如果当以后你发生车祸什么也好，如果你知道是你自己的错，我是觉得不应该这样子撞了人直接跑掉了，应该要有责任感去承担那个责任，因为这种东西其实是你撞了人，你这样子直接跑掉的话。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，真的是很不负责任。当然我也理解，因为可能他就有担心到一点，就是他可能赔不到这样多钱啊之类的。但是这种东西是可以商量的嘛，我没有讲一定是要你赔这个钱，只是至少你要给我感觉到你的责任感，我是这样觉得啦。唉，如果他该撞了我，他没有跑掉。我当下我
当下的心情，我不是生气啊撞了我的车，我当下的心情是我在考虑到他有没有受伤。如果他当下没有跑掉，他停下来的话，我下车第一句我是会问他你有没有受伤，而不是直接骂他，叫他赔钱这样子的东西。所以，唉，讲这样多没有用，反正他就是跑掉了。然后 Cherry 他也懂了这件事情，可是他还没有下来看呐、啊，因为他懂我现在在拍 video， 然后他没有化妆什么之类的，所以我现在就要结束这个影片，然后叫 Cherry 叫 Cherry 下来看哦。破财挡灾，没事的，最重要是人没有事 ，OK。所以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拜拜，我们下集见。啦啦啦啦啦啦啦